Y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道。今天我就会拍一个比较 normal 一点的影片，也没讲说挑战什么东西之类的啦。上次吃挑战吃饱鸡饭 ，views 不错。我这原本也是想要拍挑战吃多少包什么东西的啊，就是想一下，我连两个礼拜这样子吃会肥耶喂，不要玩了。对啊，就讲今天这个礼拜的 content 呢就比较 chill 一点了。讲讲呢，我今天玩一整天呢，对我妈都是那种很爱懒啊、爱玩啊啊，因为你们都很喜欢看我跟我妈的互动嘛，就讲把这一些一幕呢拍上来给你们看，也是当做是一个日常 vlog 啊。喂，等一下就跟妈妈去。买点东西，就想到他又要去打疫苗了，然后就想说去买一些东西准备啊，所以今天呢，这 vlog 会比较特别一点呐、啊，不知道你们会喜欢看呐、啊？啊，现在我们就不要讲多少了，走了，所以再开始我们的跟妈计划。我一下来，我看不到我妈在这边呢，应该还在楼上，感觉哈。你今天是肚子很饱吗？讲话不要没塞衣服在拍着，看到没？看得到了。洗掉我讲。没有，我要拍吃二十包鸡饭，你今天。都啥啦？你这刚好，我吃十包，你吃十包哦。我吃十五包。你吃十五包？我吃十五包，你吃五包。你点啊，一个安迪尔打扮到这样。人家有衣服不用穿的啦。来，你们评语一下我妈这样子打扮，有没有那种回到二十岁的年华？肯定啊，一百，这是气嘞！啊，这啥？这什么鬼？乱乱来啊！你看我妈年轻的时候，好像很漂亮这样哦。看我老豆，怎么会选到一个这样的女人呢？啊，我问你啊。摆我上台哈、啊？没有吗？像你的朋友看到你讲，你上 YouTube 像你红好，你懂吗？谁讲？你红好嘞？很多人问我，哎，林董你妈妈嘞，想跟她拍照嘞。你像你是网络界的红妈，你懂吗？别乱晒啦！现在我看你出门还要喷香水，看那个包袱几重啊！我要嘞，我要嘞。这是杂波的，这是杂波的，OK。哇，很难理解。你看，还要画口红哦，看到吗？喊上去哦，跟你讲哦，不想红哦，走，要出去，那要赶儿子出去了，你这样跟我，又来排你看，对，看到我的漂亮哦，我老哎，好了没有？哦，你去后面等，好，这样有点不好啊。把我关在外面了，哎，现在我都不懂，我是我坑我妈还是我妈坑我？来，我老二，等他了，出门来拍了 ，OK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，现在要戴两层口罩啊，两个啊，两个，你能做梦吗？因为你用水，不要给人家看到，一个放这边，一个放这边，遮完你的脸。你先戴头先，我就会做。刚刚的感觉。要戴两个。哇，有点难呼吸耶，可是没办法。拿着这样子挑，这样子挑，来，我帮你弄。啊，这样子，这是所谓你，这样子吗？你看到我都乱了啊！里面的拿出来，里面的，来我帮你弄一下里面的。又来，啊，要出门了啦，不要玩了啦！哇，我刚出来的时候哦，我听到一个声音，叽叽叽叽叽叽，不知道是什么声音的，我很奇怪，懂吗？我以为是人家来做修路，还是有怪物来，懂吗？那一招是那种小孩子坐那种遥控车那种鸡蛋糕，我看住好玩，我给他炸到一下，啊！不要戴了墨镜就认不出我啊！我还是我啊，只是变帅了啊！哎，很帅啊，今天。驾车不要讲话了，危险啊！驾车都在讲话了吗？但是你拿那个东西的，不是？啊！哟！怎么吓到你了没？当然啦！你这样胆小了没？我就是很胆小的吼、哦。啊，你不是很胆大包天的咩？小时候是骗你的吗？我小时候骗我啊！而且我一个人睡的时候呢，一直跟我讲啊，不怕啊，大胆的，妈咪大胆，你会跟着我大胆的。就现在跟我讲是骗我的。你还记得？我不记得。哦，果然是林董哦。对，肯定啊，你不要以为什么都不懂哦，我叫林董哦。你懂什么叫林董啊？不懂。什么你都懂，妈不懂也装懂。过马路要看车啊，安迪，不看车危险啊。来 scan 一下。你妈买这种啊？我看到其他人拍就想说这个
会比较多是头痛的，所以是买这一个，买 ND Fast 的。我突然觉得我拍片很像 UV， 我要买这个我要的风油，还有那个你要买那个退烧的贴，那个贴额头啊，要找那种退热贴，这像 baby 一样的，不错，因为我们很少有用过这一个。Hello， 那当年养麻将一度没玩上，那麻将是你翻那啥，打过了的。什么？哦，所以就买这三样，不然过我打疫苗的时候过我也是可以用，所以就一次过买了啦。啊！哇，不可以很热。啊！哦耶，今天是一个很 vlog 的日常哦。我刚才跟你们讲我要拍那个点哦，我根本没有做到啦，你们帮我平移一下啦。这样那个护照 DIY 那边买，那边也有卖。什么护照？那个护照，那个叫护照嘛，保护照。你护照是 passport 哦。我刚才一直讲护照。妈的，一直笑啊，鸡蛋糕。买那个护脸照是吧？啊，不懂啦，总之就是那个盖脸的那个东西啊，那一个防护的啦。啊，不过我刚刚想要进去里面拍的那画面了，我刚才拿这一杯水啊，不可以拿水进，所以就只有马进去买水的画面没拍到，所以就买了这个防护罩，买了两个人了。去买菜了啦，买菜画面该有没有什么拍啊？你们是不是很奇怪嘞？怎么刚刚摸买东西买一半，就突然就回到家了嘞？真的是啊，有点邪恶啊！我今天不是讲我拍坑吗？这个，然后嘞，刚刚拍到一半的时候，在摸里面的时候嘞，哇，突然脚肚子一路痛哦，哇，然后就一直上厕所上啊几轮，一路闹啊，我在想这种是不是报应啊呀？现在脚有点软了，那就快点买呀，打包完了就快点回家了。所以这个狂掉圈先不要继续啊，然后再这样下去啊，跟你讲，我等下又在闹我了。什么？没有分开，你大概。咦耶！耶！你真的是缺德！耶！煮到我最爱喝的 ABC 汤了。这种就是伤脑筋。怎么会伤脑筋呢？耶！这样我，耶！这样好。咦耶！又是我最爱吃的。你真的是你知道我今天要拍膜嘛？来嘛！你没有看我今天一直弄你咩？我咧，我今天就是拍故意整天一直弄你的啦。嗯。哎，打来来。哎，我其实我很大力，你知道吗？那给你打。啊，好了，现在影片就到这边了啦，我要去冲凉好了。所以咧，如果你们喜欢影片的话，先不要忘记订阅、赞、分享啊，偶尔拍中。秋秋的 vlog 也是很爽一下，不用去这样烧脑，想要去拍什么挑战什么东西，玩有的没有的哦。嘿，快跟我们讲，拜拜，拜拜，有我啊，多多支持。OK， 就这样子啊，拜拜。